这是一只活的小墨鱼啊，一般浅水区是很难遇到的啊。它肚子里有软骨，磨成粉可以止血。发现一只蛏子，这个是双头蛏，吃水了，看到了吗？两个头，味道也是很鲜美的。这是个小海胆吧？呵呵，这也太小了。这只蟹老板趴这里有一会儿了，闷闷不乐的。哎呦，是一只怀孕的蟹妈妈呀，那就把它放了吧，这个不要。看这水里，来吧，一条小鱼，这个嘴巴怎么出血了？我记得这个叫真鱼啊，上嘴唇特别的长，跟针一样。这个没有，可能受伤了吧，放了吧。小家伙再见了，再见。正在卧沙的猫眼螺给它洗白白，必须给它来一下。哇塞，好多的水呀、啊！我天，海草底下露了个大脑袋，天气热也知道找个地方乘凉啊。这是一只小八哥，哎呀，我这大爪子呀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红彤彤的，好像是块珊瑚，太漂亮了，颜值还挺高的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